说到命运时，总是带着敬畏和恐惧的口气，因为对我们这些必亡者来说，未来总是一种无法预测的未知事物。人类中偶尔会出现一些可以预知未来的人物，不过，他们顶多只能窥见来自未来的零星碎片。 无法知晓命运实现的过程，未来往往是由一个当下所决定的。然而，在这过程中，人和人、事件和事件、命运和命运，总是复杂的交缠混杂在一起。 无论是一个手势，还是一句话语，这些细小的变数都可能重新创造数百、数千万个未来，或者使之消失。这远远的超出了人类的认知范围，属于我们这些必亡者万万不敢触碰的所谓神的领域。 一旦知晓了过程，就可以制造出结果。是的，他操纵了命运。哼，我该好好奖赏下恶魔了。 一句话会让哪种未来消失，何种未来开启，
他非常清楚，因为分散成无数条分支的数百数千万个未来尽在他的掌握之中。黑色天堂、戴米安还有艾欧娜的事，一直都是他在背后推动的。他亲手将各种因果循环动摇、摧毁、连接起来，创造或剔除无穷无尽的未来根系，引导着我们按他的想法行动。走向他决定的未来，踏上他的创世之。我们一直以为是按自己的意志抗争，觉得无论如何这都是自己选择的道路，却不知道是他制定了这条道路，并将我们引到了这条路上。这是从巨大怪兽体内提取的核心碎片，这里面保存着曾经存在却被黑魔法师抹消的未来。我在这其中徘徊，看见了许许多多的未来情景。有趣的是，在决定性的瞬间阻碍黑魔法师的人物，大多是那些军团长。顺从地接受结局的就只有威尔一个，其余的军团长全都抵制了黑魔法师的理想，他们选择了生存。好，现在你看看周围，他们之中还剩下谁？是谁铲除了他们？他默许我们知道这些事实，你不明白这代表什么吗？这表示他要创造的命运已经完成了，已经没有退路了。你振作点。我知道，我也曾经有过和你相同的苦恼。很抱歉没能事先告诉你，我觉得该让你自己去接受，自己去战胜它才是最好的做法。听我说，你是对抗者。对抗者是指对抗什么呢？你错了，对抗者指的是与命运对抗之人。因此，我们非常需要你。这场战争的结局，全系在你一个人身上。我希望你能证明，我们不是任人操纵的棋子，证明我们不是众神的傀儡，
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生活下去。英勇奋战吧，我们将为你祈祷，请一定要活着回来，这是命令。全体舰队发射。已经完成了，你不过是在向着已经制定好的路线尽头奔跑。